就是刷锅子的钢刷。哦，好可爱哦，钢刷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蛮好的，它就会卡头发。那其实我还用铁丝绑，你可以用铁丝或者是用绳子绑起来，然后你就整个就可以把它丢掉，用完就可以整个把它丢掉。这个可以抓成这样哦。对啊，但是那现在怎么回去？但没有啦，其实我比较，因为我是客，回不去了，丢掉，破坏了它。